亲爱的，现场这一位是真实。这是我们从美国引进进来之后，各位，他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超过将近两个月以上的时间。亲爱的，哦，他算还有希望，虽然你的头发已经掉成这样，但是请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看仔细一点。花花，我直接告诉你，这个还算有，这个以我们分期来讲，这已经进入第七期了，就是中间已经几乎全光了。其实这一种你用正常药物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使用的复原的几率是零。就你用正常擦，就完全就什么洗发精啊都不用擦了，一定没效果。对，这已经进入七期了。对，各位，我们绝对没有做任何作假哈，这一位。真实案例，你如果是这样，你觉得你应该可以长到多少？我觉得能够长到可分辨。其实对很多人来讲，长一点小细毛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三条这样子，我觉得已经不错了。四条更厉害，对不对？可以分成西装头嘛，以偏概全西装头。各位，太夸张了！掌声鼓励。我听我们先生您贵姓？我可以往前请一点吗？对，尚恩。各位观众。来，我们把头往下，头往前倾一点点。来，各位，亲爱的，我必须说，它不是浓密的，不是，它当然不是正常的头发，对，它不是正常那么浓密，对。可是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长出来？这个头发，它是从旁边这样长到这样。对不起，我拨一下。它不是从旁边长，其实它中间你自己看，其实它中间非常多的毛囊都长。我必须承认，它没有到那么浓密。它不是，可是它比起原本完全没有到现在为止，你看一下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这样，你有一天可以想象可以变成这样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惊讶。来，谢谢，尚恩，记得拿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最下课的。你用了多久？三个多月。多久？三个多月。三个多月。你知道90多天，我们在宾州大学像他这种全秃的案例大概有200多个，是200多个都长出头发、哦。三个多月。而且我更气的是，听说你还有去剪头发，是不是？有啊。为什么要剪头发？好不容易长出来，为什么要剪？因为前面长到插到眼睛。其实对你看到他这样长出来，真的会很吓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头发，我真的，因为我要求他们一定要拿真实的案例来做见证。你看他，他不是头发浓密的人，可是我问你，可能觉得说，哎，他这样子还是秃。各位，三个月前他是这样，哎，三个月。你不能说他不是秃，他是少，可是他跟秃就已经有差别了。差多了，而且。正面看就看得到头发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他那个之前的那个，我必须说，您今年几岁？40。我老实说，他旁边看不像60几岁的阿伯。50啊，真的是60岁的阿伯。好像是个卖录影带的阿伯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秃的？30岁以后。30岁以后，30岁就秃啦。对。那其实，那你还笑出来？30岁以后就秃，所以你现在是用了三个月。对。三个月。对。你敢对着镜头发誓，你真的是靠这一台机器？对啊，真的是靠这一台。对，绝对没有作假。没有，有没有去植发？没有，真的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只有三个月。对，中间还去剪头发。有。